青山瀑布步道。青山瀑布步道入口，入口开始要走一小段阶梯，接着是沿着水镇的步道，这条是坎底寮镇。步道平缓好走，但宽度稍微不足，不能并排而行，错身而过时要小心。步道上绿树成荫，虽然是炎炎夏日，走起来还算清爽。这是一个香蕉树家族，走了约20几分钟，来到老梅溪谷，先到水镇头休息。这是老梅溪，潺潺的溪水声，清澈的溪水，十分凉爽舒畅，又有徐徐的凉风，让人不想离开。这里溪水不深，很适合小朋友在此玩水。上方是往瀑布的第一座铁桥，这就是水镇源头，去往青山瀑布。走到第一座铁桥，溪谷的景色十分优美。往青山瀑布约25分钟，步道旁的九秋树，这是水鸭脚秋海棠花。绕过长满青苔的巨石，自然原始的溪流，好大的蜘蛛网。来到第二座铁桥，清水，金黄色的巨石，湍急的小瀑布。这里是瀑布下方的溪谷，走上去就是观瀑平台，又有一个蜘蛛网。这里是观瀑平台，这就是青山瀑布，位于老梅溪上游，海拔约310公尺，约3层楼高度。折返喽！